新年大家好。好。感谢同学们，大家这么认真的付出，还有那个付出，然后我们也没有付出到什么，所以跟那些有特别资格这些，还是给大家帮忙演说，谢谢大家。然后我现在给大家演奏的这首歌是《南都雅歌》，然后会选这首歌是因为我刚学这个没多久，然后觉得这个伴奏比较简单，节奏比较容易，但是歌虽然容易，但是里面还是很多技巧。那我现在学的程度可能还没办法运用到那么多，希望新的一年里面可以再多一些技巧进去，就这样，谢谢。Thank you.